他能去的地方我全找了，就是没见着人影啊！他能去哪儿啊？那你回来干嘛呀？你不还去找呀？啊，找不到你就别回来了。钟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别着急啊。 病着呢，别把感冒传染你儿子。哎呀，小孩啊，就得打，不打不长记性。要不是这么危险，我才不打他。你下手太狠了。好，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不打你的儿子了。爷，你天天打他，你啥也不说，我这就打了一次。 上课去了啊！你们也早点睡吧啊！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宿，别等我了。怎么还没睡觉啊？妈妈还早呢，讲故事吧。今天不讲了啊，快点睡觉，听话啊。 多，快，快闭眼睛，睡觉哈，不许出声，把眼睛闭好，妈妈在外边听着呢啊。哦。
不能想了，越想心越疼。打在儿身上，疼在你心里吧。哎，嗯，薛老师啊，小时候你挨过打吗？女孩子嘛，当然打得少了。你家安安估计也没挨过打吧？中国人常说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，没听说过出孝女的。估计是女孩子打多了，就打跑了，打到人家怀里去了。来，来，我来。慢点。我绝对相信这是王贵第一次做贼被抓的真实写照。这是不经过大脑思考的本能。只是这一甩的刹那，王贵知道他已经同时伤了两个女人的心。那几天家里特别安静，王贵和安娜脸色都不好，心情都沉重。我和二多子大气也不敢出，害怕。我想当时我的感觉是害怕。孩子对父母的情绪变化，简直像风湿病人对天气的变化一样敏感。我们很容易从父母的表情上读懂今天是可以要玩具还是不可以，这是多年讨价还价积累的经验。因此孩子的察言观色首先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。姐，宇俊的妈妈给李俊买了个飞碟，我也想要，你觉得妈妈会给我买？这两天你最好乖点，爸爸妈妈不说话了，他们可能吵架了。过一段时间等爸爸妈妈笑了你再说。那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笑啊？不知道，等吧。卷子签字，去找你妈去。
安娜处理婚外情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女人。在没证实之前，她漫无目的地乱发脾气，真抓住了，反而出奇的安静。她难过又生气，但她并不责怪萧桂芳勾引了自己的丈夫。从事情发生起，她就没觉得这是萧桂芳的错。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安娜才不会杀上门去揪住萧桂芳一顿猛打，更不会披头散发冲到戏里去找领导汇报情况。如果那样，安娜也不叫小资了。小资的定义就是自以为高雅，在大乱面前处变不惊。她恨王贵，但要恨得出位。他要把这种仇恨化作对王贵、对萧桂芳的轻蔑。他一反常态，不跟王贵胡搅蛮缠，甚至不跟王贵口角。哎，王老师。这个字儿谁签的呀？你考得挺好的呀，为什么要模仿家长签字呢？安师傅。啊，厂长。这有句话呀，我真是难以启齿再跟你说了。上面的转岗指标已经下来了，咱厂里呢就有两个名额。哎，你看这小宋啊，是去年进厂的大学生，这个名额他是动不了的嘛。还有这个小孙呢，他是函授本科，眼看着马上也要毕业。现在呀，都讲文凭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啊，安师傅，我想一定能够理解到我的难处，对吧？哦，还有啊，上面呢任命一下，小李呢被任命咱财务科的科长，以后呢就负责整个财务工作了，安师傅。希望你以后还要多多配合啊。李科长。安师傅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打我进厂起就是你带的，你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应该的，我就欠在一张文凭上。安师傅啊，你也去考函授考电大吧，你那么聪明，肯定行的。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能把家团好就不错了。安师傅，这张报表哪天交啊？帮我看一下。四季度的，三天以后交二青局计划班，别忘了让李科长签字。我现在不签了。这个家长签字不是你们签的，
所以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儿。好，看一下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不管我们有没有感情，这个家我们也过了近十年了，你想怎么处理我都无所谓，你现在离婚我马上签字，只一条，孩子归我，两个我全要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带走。你别跟我争了，我替你想过，这样可能对你将来有好处。我是不可能把孩子留给后妈的，除非我死。安娜这副样子一把点了王贵的死穴。王贵虽然感情摇摆着，却从没想过有一天要与安娜和我们分离。他完全沉醉于小芳为他带来的轻松，甚至没想到有一天要和小芳结婚，两人躺在一张床上的样子。肉体与精神很多时候是可以分离的。王贵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买菜买早点，送儿子女儿上学，回来烧饭，平常上课，周日跟孩子疯一会儿。如果离了婚，王贵都不知道每天要干什么了。王贵思忖过，如果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刻，他可以舍弃安娜，却断断舍不得我和二多子。他整天这样忙，不就是为了我和二多子吗？没了我们，他心里会空荡荡的。再说，让安娜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独自生活，也太残忍了些。然而，他最最不能忍受的是，安娜一旦离婚，就是自由女人了。也许有一天，两个孩子还会有新爸爸，他怎么能让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管别人叫爸爸呢？吃糖，来来来来来，爸，哎，好，多多少拿一点，来来来，哎，哎呀，又长高了，开心。
拿两个就可以了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多吃点啊，吃吧。长怎么样了？多棒！哎，多快呀！小时候的样子还在眼前，都这么大了。是啊，这孩子长得是很快的，我都老了。说的是你，你小时候的样子就在我眼前，你看你现在自己都成妈了。我小时候是外婆教我炸鱼，现在呢，是我教你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不变的是生活，变的呢是家里用的东西。煤油灯变成了电灯，灶台变成了煤气。唉，生活就是这样，结婚、生子、养老。你还好吗？哦。真的好呀，好久不见阿贵了，你们没吵架吧？啊，没有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你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倒点酱油。怎么搞的？没有就好。阿贵是个好男人，妈妈当初眼光不错吧？要是你错了呢？哼，这不可能。他要是对你不好啊，肯定是你有问题。这么宝贝你的男人都会对你不好，你就该考虑考虑你有什么问题了。男人是要哄的，像你现在整天凶巴巴的，就是把所有的家务都包了，最多是个老妈子，没有发挥女人的作用。女人作用是什么？哎呀，是什么是什么？你都这么大了还要问我？你关心他呀，疼他呀，好好疼疼王贵。我还不够疼他。哟，怎么了？起个水泡就掉眼泪了？我说的疼，不是给他吃饱穿暖就行了，他又不是你们家的小狗小猫。你呀，就欠一张嘴，嘴硬心软是最不合算的，做实事却没有捞到好。我跟你说吧，男人啊，喜欢撒娇的女人。过去有个笑话，说是大老婆看见老头子从门外进来，跌了一跤，哎呦，赶紧上去，又是帮他拍身上的图，又是查他腿上的伤，还一个劲的说：“你怎么不小心啊？啊，摔哪儿了？摔哪儿了？”老爷子嫌他烦，一把就给他推开了。小老婆站在边上啊，看他摔跤，心里高兴，摔得好，摔得好。那老头一高兴上去给他抱住了。你看看，像你这样下去啊，永远只能像那个大老婆那样。我能把大老婆做好就不错了。以前打仗的时候，你三叔公家里啊有三个老婆，他把家产呢分成三份，把乡下的祖屋啊地啊都分给大老婆，把城里的工厂房子呢分给二老婆，自己啊卷着财产拿着细软跟三老婆跑了。后来呢？没后来了。那个小老婆跟着拆白党走了，二老婆呢把房子厂房都交给国家了，她自己啊拖着病体还是跑回老家跟大老婆过了。大老婆有什么好的？多可怜。所以说呀，新社会好，不用像以前的大老婆那样，不管守得住守不住，
丈夫都是你的。我是没赶上那个好时代。你够好的了，爸爸这辈子就你一个，还不知足啊？他呀是落魄了，只有我一个人愿意跟他过苦日子。要是飞黄腾达了，不晓得会怎么样。妈，你别老说爸爸不好，爸爸多老实啊，老欺负他。我跟你说啊，老实不老实都是环境决定的，不是人决定的。环境要你老实，你不老实也不行。环境要你不老实啊，你再老实也没有用。你大姐夫是在劳改局管犯人的，哎，那些犯人刚抓进来的时候一个个横的，出来的时候呢被管教得服服帖帖的。所以说啊，环境决定一切。新社会好啊，把男人都管得服服帖帖的。哎呀，怎么下雨了？哎呀，阿贵要淋雨了，一会儿会来接你们的吧？哎呀，说不定已经在半路上了，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他这两天忙，没时间来接我。再忙，你和孩子都是他的第一位，你看好了。安娜的个性挽救了我们这个家。如果安娜和其他妇女一样打到外语系去，如果安娜也跑到娘家哭诉不顾形象，如果安娜也当着王贵的面对小芳极尽羞辱之能事，叫王贵心疼情人，如果安娜也整天跟孩子灌输你爸不要你们了，他给狐狸精勾跑了，让王贵脸面全无，王贵索性就破罐子破摔，带着安娜逼他下的决心，带着小芳走人。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张脸。一个人活着，如果连脸都没有了，他还怕什么？王贵很感谢安娜给他留下了一张脸，也给他留下跨进家门的缝。哎，你两个在家要听你妈的话啊，记住没有？啊。那个，带完今天晚上的课我就不带了，我让给了张老师。他家困难。这是一啊。四在哪里？先找四。哎，三在哪里？哎，二呢？对了，妈妈，为什么三加二等于五呀？为什么四加一也等于五呀？安娜忽然觉得这个问题的确很难解释。想调到大学英语教学部去当组长，那个地方缺人，你觉得中不中啊？我不管你这些闲单事儿，你自己考虑着办。你啊。
我得征求你的意见呐。反正是那个英语教学部呢，不属于本系的，进去了呢就很难再调出来了。到哪儿不都一样？不都是教书吗？你别闹了，中不中啊？丫头啊，你把你那个桌上的书啊书收拾放抽屉里啊。耳朵呢？把你的玩具别玩了，放起来。知道。等你妈回来再玩啊。王贵从此每天回来都把地板拖得锃亮，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他催促着孩子们一起搞卫生，以便让安娜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能够心情愉悦。谁让你来接我？俺心甘情愿的还不中啊？不稀罕你这种假殷勤。也啥叫假殷勤呢？俺打算做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，接送你到退休。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干嘛要这样讨好我呢？你爱咋想都中。我也想着，你说同事我都能接送，何况自己的老婆。就是同事啊，就同事啊，没有别的。哎呀，你看你那个小气劲儿。我王贵有那么多缺点，我只有一点优点，那就是对爱情是忠诚的，真的。骗子，少来这套。上车吧。是国家为搞活经济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。吸水的盆呢？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原则。讨厌，实行贷款造成，现在仅仅是尝试。盆呢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，它的好。外培水盆架子底下。哎，拿肥皂洗一洗啊，都落灰了。
安娜连同她的铺盖卷儿又从我们床上搬走了。以后没人半夜给我和二多子盖被子了。哎，王贵真讨厌，不过也好，我们那张不大的床松快多了。王贵也真是可怜，回回闹出个事儿后就多点任务。从那以后直到安娜退休，王贵都坚持执行着每天接安娜下班的任务。不过这是王贵心甘情愿的。想见我的众人，我在保卫国家。小王好了吗？马上就好啊！哎，出国喽！走您！哎呀，咦，可香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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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吃个蛋，吃。我不吃。咦，蛋是好东西啊！啊，这个英语里边啊有一句谚语。叫一日一个蛋，疾病远离我，说明蛋营养丰富啊！啊，再说了，你吃蛋能长大个儿啊？不对吧？我记得是一天一个苹果，疾病远离我，怎么变成蛋了？咦，你倒啥蛋嘛你？我这是让孩子吃饭。蛋是最坏的东西了，爸爸骗人。咦，爸爸他骗你了？蛋是好东西呀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现在是生活水平好了，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这要换到我小时候，耶，吃个蛋那就是过年，真的，哎，你看你看你们现在真是惯成这样了，这要换到60年，别说饿上你3年，就是饿上你2月，哎，就你鼻子里边那个鼻涕妞啊，你都抠出来舍不得扔。60年那会儿，你吃鼻屎了，说话一点都不注意，还是在饭桌上的，都要没胃口了。不许笑，好好吃。我不吃蛋，因为蛋糕就没好过，说谁不好叫坏蛋，骂人叫混蛋王八蛋。爸爸说弟弟不听话叫捣蛋，说人黑叫黑的像驴屎蛋，说谁不走运叫倒霉蛋，说人笨叫笨蛋傻蛋。考试考不出来叫吃鸭蛋，吹牛叫扯淡，事情办砸了叫完蛋，看人不顺眼叫人滚蛋，这么多的蛋哪个是好词儿？我不吃这个坏蛋。咦，让你吃个蛋，你怎么滴滴答答说出这么多道理啊？真是扯。小王，你觉得安安的话是不是很能反映咱们家现在的一些情况啊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第一，这你每天一个蛋做的也实在是太单调了，这每天不是蒸就是煮，不是煎就是炒，别说孩子了，我告诉你，我都吃烦了。咦，你这话说的，中国菜你还想怎么吃啊？烹饪不就是那几样吗？你还想吃出个花来啊？有个蛋吃就不错了，哎，咱们国家还有松花蛋，还有咸鸭蛋。我要是把你扔到国外去，你整天就是 omelette。什么是 omelette？ 跟中国的煎蛋差不多啊。咦呀，我整天那么辛苦给你们做饭，我汗流浃背的，我不容易啊啊！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啊，我进到了办公室。包括我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整天脑子在琢磨给你们做什么吃，我天天这么琢磨，你们怎么都不念我个好啊？还整天挑三拣四的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不做饭了。你们要觉得谁家饭好吃，你们到谁家吃去。小王，这样就不对了，什么态度啊？啊，一点都不虚心，是不是听不进不同意见了？这我们批评你是为了让你能够进步，你自己说。你以前也就是个水煮烂菜叶的水平吧，今天呢能烧一台子菜，这进步哪来的呀？不都是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推动的吗？一定要虚心，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
哎呦，这说到哪儿去了？小王，你从安安的话里，你悟到什么没有？悟到啥呀？ 心爱的姑娘，寄来珍贵的信。今年心里多高兴，变得更坚强。